底下一个问题，他最近有很多动物跟着弟子，弟子给他一个抽屉啊，给他们住。平常呢，他们不会出来，要往生的时候就出来找弟子做三皈。啊，请问这样对弟子往生有影响吗？啊，大概你这些一些小动物，啊，家庭里面小小。你给个抽屉给他们住，很不错。他们在抽屉里面修行，到往生的时候呢，求你做三皈，好事情。这个对你修行往生没有障碍啊，你能够广结善缘，能够帮助他们呢，送他们往生，好事情啊。送一个小动物往生，也就跟送一个人往生没有两样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做佛了啊。说实在话了，现在度畜生比度人容易啊，度人很难呐、啊、度畜生很容易啊。你有这个机缘呢，好事啊，值得恭喜的。